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， 出去啊！好，我是你的下巴、啊，你是我的下巴，是我是你的下巴吧？干，很痛啊！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干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到这熟悉的场景，没错，我们今天又要来玩我们的恐怖地图，然后今天邀到的是我们的小空，没有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我没有说我要来，我没有说我要来，我没有说我要来，好，关掉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玩我们台湾人做的地图，是我们的恐怖旅社，也是一个古老又经典的地图。小光对这张地图有什么印象吗？这张地图是恐怖大陆的分支哦，然后接下来的第二代是恐惧。哦，好哦，那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好，我帮你按开始。Hello, man！ 哎、欸，好了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小光，交给你啦。好，我按确哦，三、二。抱歉啊，各位，我暂停一下。最近有个新政策，叫做乐推积分。影片下方点个赞，然后点下乐推，我的影片就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哦。麻烦一下的啦。本游戏包含血腥惊吓的内容，若有不适，请停止游玩。游戏中的故事与现实无任何关联。游戏即将开始，祝游戏愉快。好酷啊！这是一个客户，真是难搞。哇、哦，他直接配音了，是哟。回程还遇到高度施工，只好绕远路了。雨下下来了，什么东西、啊？今天的运气真差。啊！这家伙上不上隧道吗？干嘛在开小路条？我不是玩个真的假的，别在这个地方故障。干嘛啦？干嘛？有人打的撞车了没？然后呢？你还没讲完、啊，继续讲啊！你不是配音的哦。不是啊，你要问他、啊，他怎么动啊？他动没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车在行动的时候。我才有动力，哦！我现在动力来源就是，不要再打了。上的手机求救没有啊？不是，我打你一下，我再讲一句话。很痛啊，会死啊！他说你有手机耶，你有手机吧？我有手机耶。对啊，你有。Wait a minute, what the hell？ 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的手机是那个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才知道忘记装了。我在手上拿什么装？哦，有了有了，有手机了。好，收不到讯号，他想啊，哎，干嘛？哎。其实他长得蛮可爱的，一点都不可爱，好吧？我好晕哦，我准备闯到这边来了，超黑的、欸，管理室的钥匙，破旧的钥匙哦。好，你加油啊！我先睡在这里。起床啊！起，我怎么打不到你啊？起床啊！这是冒险模式啊！起来呀、啊！哦，干，不要再打了。好哎呦，电灯开关在哪里？管理室，管理室钥匙。避难逃生路线图。工作日志，我来看一下吧。真是没想到今天的面试这么顺利，这份管理员工作遇到也很不错啊。等下为什么跳那么多啊？虽然不知道上一个管理员怎么突然辞职，但从今天开始好好加油吧。二楼女厕所马桶又阻塞了，要记得联络水电工修理。然后4月25号晚上经过一楼走道，总有奇怪的感觉，可能还不习惯环境吧。巡逻时还是尽量避开好了。所以一楼走道有问题，然后楼上的马桶堵塞了。你看那么亮啊，多开心！根本不是恐怖地图。啊跑啊！好跑啊！好跑。我这里直走啊、哦！干，你就待里面好了啦，你。哎，海绵宝宝的那个船长哎、欸。啊。屁啦，这哪是啊？他明明就没有那个，他都没有那个帽兜。乱讲。多啦，人家 cosplay 不行，没东西，穷。OK。这家人真穷。103，这是旅社啊，哪有家人、啊？这啥、啊、电视哦？我在看的说是地图会。啊？是地图会啊、哦？是这样吗？看一下，我操，屁呀、啊！最好地图会可以这样搞，啊，人家可以改一下、啊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呀。啊，不就这样一个人啊你？你把什么敲掉了啊？刮花，白痴啊！杂物间，杂物间哦，打不开啊，打不开啊！人家杂物间比较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镜头，过不去、啊。我们准备传回去哦，过不去。我操！等下我看一下、哦。走楼上吗？我这样看。靠腰会被一直被传回103这里。这边有楼梯呢，二楼。酷哦。哦。是的，船长。太小声喽！你要大声什么啦？去戏呀、啊！哎、欸，这间有偷窥癖的。谁会在床上钻一个洞啊？
靠，在看谁啊？你这动不动就打人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想看你会钻过去没？钻屁啊，正好钻得过去了。这个是然后这是川普。居然是哦，哎、欸，这个是男男女的，还有口红，这男的啦，不要动不动敲人家的话、啊，这有书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花语词典，花语词典，那我们看看花语词典，罂粟花，死亡之恋，人们常说浪漫的极致是死亡，却偏偏死不了，所以罂粟花的花语是死亡之恋、欸，它有五种花、欸，嗯，哦，五种花，那边有密码学，还有密码学哦。密码学是什么？看一下，五点密码，密码学中的其中一个类型的，不要天上下俗语好吗？没有，是天上下时雨，干时雨屁事啊！而且这个梗哪会有人懂啊？啊，不然天下下雨蓝吗？比较红。你刚很熟是不是啊？厕所哎、欸，我要进去，这是你平常最爱做的事情啊？什么事啊？厕所、啊、哦，不，为什么被吓死我？哦，里面明天有，干、啊，我沾到粪水了啊！靠，哎、欸，有甜不辣哎、欸啊，保险箱的钥匙啊？直接把保险箱钥匙塞在粪坑里面好，哎、欸，里面好多屎那个喂，手指，我拿到一截手指哎、欸。那是甜不辣，甜不辣，那是甜不辣，屁啦！那超像是，这明显就是大拇指。你跟我说甜不辣、啊，你这那甜不辣没？前面是那个长白斑，好哦，哎、欸，这样可以过来吗？哦、是亚历山大，哎、欸，这样我们就要到底了、欸，这样等于过来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可以跑回去吗？走，哎、欸，他跑了回去、欸，哎 ，Nope， 那我就过不去你那里了，靠杯烂游戏 ，Nope， 来啊，过来吗？过来啊！哎、欸，看你，笨蛋，跟着虫走吧，白痴！我要收集挂画，不要收集人家的画，好不好？是啊，以后说不定你会用到啊。什么啦？遗照是不是啊？你的哦，放在上面呢、啊。厨房哎、欸，护身符，工作日志可是要看一下的啊。你好，这个星巴克投诉202号房是名年约25岁的女子，不要再玩门了。又来是从外地来旅行的，你让我讲完吧。202号房的房客搬出了，我该去检查是否有家哎啥，是否有家具损坏，客房手续是老板办理的。那段时间我刚好开车外出采买，还真是突然。嗯，今天难得有媒体来访，旅社老板说没有什么特别的，要我继续自己的工作就好，我也没多少。不要吵了。杂物间打不开啊！保险箱钥匙啊！刚那边有一间有保险箱，对不对？这个保险箱吗？哦，哦，有哎、欸，打开了。奇怪的图画、啊，图画的中红点可能是代表某个地方。哦，楼上那个图书馆啊！哦，图书馆哦，它是面向门口进来之后的右边这里，上方是这个吗？哎、欸。202的钥匙，哎、欸，它怎么开的啊？我碰了一下这个，它下面就镂空了，好酷哦！东方神奇力量，东方小空力量。快关起来！哎、欸、干，没关到，哎、欸、有了，哎、欸、干！啊，死啊，死人了啊！从那边出来的？为什么是在那边复活啊？我睡觉啊。哦，靠北了，想说你怎么从旁边复活的？走，202应该在楼下吧？对啊，对啊。等下202是二楼吗？还是楼下？楼下吧。欸、不对、啊，他在二楼哎。对啊，他在二楼。好烦哦，这个人。哪一家？好奇怪哦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好奇怪、哦，我到底在哪里啊？你要走几遍了？太水了，好黑的房间啊！有什么？工作日志，然后还有录影带，然后
理我喂。你陪他玩啊你。好，我在那边睡觉了。好，看一下工作日志三。连续几天都睡得不安稳，老毛病又犯了吗？先吃点安眠药，全者六月十号。有时候老板会谈谈他的家庭，他老婆在女儿出生后不久，出生后不久就过世了，因此他非常疼爱这个女儿。不过女儿好像出国念书了，我工作期间没有见过面，老板一个人进旅社也真孤单啊，哎，孤单的老人。虽然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但内心感到很不安。今晚再确认一次，假如按我想的一样，可能，可能这样。后面内容残破不堪。所以说，旅馆的女儿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所以我们现在有录影带，楼下是不是有一台电视机啊？那可以用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就是电视机，你什么都我就好了，真的是。对啊，奇怪，谁找不到202啊？拍谁哈？我眼干。操你妈！放出去！放出去！求我走啦，去看那个这么鸡巴样哎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间啊！哦，我还走错路，忘了哦，不是这间。保险箱不能当电视机用吗？啊，有了。你醒来个屁哦！哎、欸，它可以转哦。好像有什么变动了，所以现在是旅馆老板的女儿复活了吗？没有，她变果酱了。果酱，你到底是从你到底从哪边看到果酱这个东西的？哦呦，啊，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先请，好，我先请，谢谢。那我回家了。哎、欸，这个老板蛮赚的、欸，他今天那个地坪那个变大了，工具机，没什么特别的，烂透了。你自己进去看啊。好，我就在这边。好，拜拜。这个是密码吧？哦，还是我随便乱点就中了？你想多了。等一下，不要乱点啦，需要更多线索才能解开啦，真的是。哦，我就是线索。Oh、你长得像线索是不是？一楼 ，EA，EA，EA， EA, EA, 还有 YA 吗？我都不想理你。墙上有图案哦。等一下，这个图案不会就是？这是回力标啊。没有啊，密码学上面那一个图案。哦，又有血啊，哎、欸，又有厕所啊，可以这样吗？那个烧金子呗。这里也有那个图案呢、欸。粪坑。是你家、啊、什么粪坑？哎、欸，里面有粪哎、欸。有血手印啊。哦，这里有金。怎样？你怎么把玻璃打破啊？啊，什么东西？二楼又有血啦！我为什么这个人要一直滴啦？真的是漏不完呢、欸。报纸哎、欸，桌上有一面破旧的报纸，上面写着“数人沉尸房内，旅馆传出诡异命案。1990年6月23日，曾经发生离奇失踪案的旅馆，于近日接获民众报案，旅馆传出不明声响，警方前往竟在房间内发现多具尸体，死样相当凄惨，推断死者是投宿的旅客。哇，设有重嫌的旅馆经营人也失去行踪，警方正持续调查中。喂，你后面，喂，你后面，还有什么后面啊？这个新闻我有印象，记得后来不了了之成的悬案，我后面啊，门关起来。哇，幽默哦，幽啊。他、啊、有 YA 吗？没有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保险箱，锁上。哎，你的钥匙哎、欸，这可以不能用了吧？对啊，不能用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可能要去那个吧？我们要被车碾过去一次，然后去跟他女儿理论一下。哭啊！我们要先死一次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拿那些东西有用吗？还是护身符可以让我直接打开保险箱？不然去看看啊，走啊！哎、欸，拿着护身符有发光，你靠背哦、喔。哦，哎、欸，给我！你我就说干嘛真的有发光？哦，原来是那个东西哦、喔。原来是你的问题哦、喔。哦，他在看杂物间这个方向、欸。哎呦，没有，靠近他就好了。杂物间可以开了。保险箱钥匙。2A。哦，2A。哎呦，保险箱不在楼上吗？哦，是谁搞啊？哦，你呀、啊，三楼钥匙。哦，对，走廊传来声响啊！不要开门吗？我不要，不要出去哦，不要出去哦！你为什么要开门啊？你出去啊！
Oh my god, bro. Oh, hell no, man. 干，等一下，走开，别动。哇，他很快啊！快点，等一下，这什么鬼啊？等一下，刚要卡住了，哇，死路！进来啊！进不去！为什么进不去啊？跳皮杖！恢复了。这是什么？名牌？吉罗德的姓名牌。那我们可以去三楼了，走了。哦，怎么有人拿着那个护身符不做事啊？靠腰，他一开始就裂了哦。开了，又发光了。为什么老是要拆画啦？你天哪、啊，现在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画会打人呢、啊？打屁哦！我敢山水画哎，很高级耶。哎呦，白痴哦！他说为什么要离开他？哦，这里啦。哦，1736哦。靠背了。大家好，有许多文字难以辨识，伟大的叉叉叉，吾等愿一生追随你，在此生献上亡魂赢得相当阳寿的国体，做什么叉重生的荣幸。好、哦，伟大的叉叉叉，请用您大叉慈悲，可怜的叉魂，将被放行葬送这里，魔犯叉你，多么神奇！吾叉叉无一丝不敬，否则受到灾叉责罚惩罚。可以把这个人献上去吗？我不要打到剩三格血，快气死！剩两格半了啦，快没血了啦！下面有箱子哦。泰迪熊玩偶，靠，酷哦！坤，你有看到哎、欸？干，这超黑哎、欸，为什么也有看到啊？来吧，1736，干，妈的，就你这混蛋！哦，烦了、哦，我不喜欢去那种地方啊！哎，不要闹了，真的是哦，这么惊悚的地方你还要搞？我让你回血啊！我鸟啊，下去啊！我们这边多留一点自己的魂魄没？没有魂魄了，下去啊！不要一股腐烂恶臭，好恶啥？真的蛮恶的。他们将引领你走入深渊，为什么上面要掉那个东西？他好恶、喔！你先走。我是觉得走前面，走你走前面，快！其实他蛮可爱的，不能脱他衣服。得快走啊！那怎么会有一个人啊？啊，人家不能在那边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一直叫，一直叫就不会被吓啊！放弃挣扎吧，快点！找到了，走啊，快走啊！哦，回去啊！快点呐、啊！我就你在雷，还有眼睛呢、欸，这是眼睛吧？还有钥匙孔啊！通喽，献祭我吧！某种邪教的祭坛，这是献祭给什么的？哎，我可不可以拿那斧头啊？我想拿。哎，我拿到了，我拿到铁斧了。工作日志，靠，精气，傻小。怎么会？旅馆老板根本是疯子，释放了那样的怪物，真希望这职场恶梦必须警告大家，不行，我快要失去理智。我要来喽！后面那种残破不堪。他又来了，啊？大门要看见。他又来了，什么意思？他说他又来了，白痴，他来了。Holy Jesus, what is that？ 哦，大门钥匙，我的大门钥匙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是可以选择说回去或者之类的。我回不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拿这个斧头去砍他、啊。小朋友，你最会了、啊，战斗模式 Go， 在你后面啊，你先。我来了，在哪？白痴哦、喔，白痴，干、欸、要死了啦！就你在雷，打死他啦！快点啦！你快点啊！拿斧头砍他、啊！快点，我快没血了。他怎么那么血那么厚啊？所以快说快打啊！我在吸引他，你快打他！拜托，快点！死了吗？死了。这边有活酸。活酸哦，升降机。找到了，赶快离开！是放这个吧、哦？所以它不是眼睛诶，它真的是拿来转的。哇、哦，好酷哦！上去呗。这里是哪里啊？What the fuck？ 墓园啊，这里有一个透明的人影，贝奇。
哎、欸，小熊头、哦、可以放上去哦。不行，先让你回到身边，放上去。哎，我是感觉，走吧，撤了，撤了，离开这里吧。哎、欸，干、怎么有人头、欸？回来哦。哎、欸，这可以过吗？哦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哦，我要离开这里哦。大门，大门啊！走廊传来奇怪的异响，啥东西啊？啊，歪走过来了。什么意思啊 ？Get the fuck out of here！哇！干白痴哦、喔，白痴白痴，快走快走！为什么长这样？为什么长这样？我不知道他，哎、欸，他好追哦，干他还在追啊！哎、啊、呦，哦、啊，哎、欸，他很快，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干我讨厌你，白痴，不要不搞，你真的是不要搞哎、欸！快点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走快走！啊啊！怎么黑了？欸、我怎么在这里睡着、哦？就你、啊，发动车子，快走了啊！前方车速就像100滚啊！就你在搞。我睡着前发生了什么？头好痛，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算了，可能不是什么重要的。我想，哎、欸，天啊！鬼旅行的真相未解，能未解，该结局于逃出升天。感谢游玩。那我要玩结局二吗？没有，要死喂！那个东西追过来，我快吓死了！嘿，你怎么要往后打？往后打，往后打！你救你救你！死嘞！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。小空有想要说什么吗？我在吻你的里面。哭啊！啊，最近有什么小企划或新企划或什么大企划吗？有啊，这张地图啊，其实就是我的恐怖大陆的那个。好，走开，闭嘴，就这样。好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那么我是 YA， 这位是小空，也就是非常白目的吉白狼。然后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喂，啊，我手机耶，滚蛋。